我马上回来了。这是马超的钱。哟，舅舅，你还帮个白菜没卖完，卖给我呗。不卖，是个六嫂子去吃。舅舅，我又不是不给你钱，真是的，你自己家里种的，想吃不过再去田里摘呀。来，给你10块。不卖，田里面有了。舅舅，你怎么这样？嫌10块钱少啊？那给20。20也不行。30总可以吧？说了不卖就不卖。舅舅，我再加100，再加100总可以吧？舅妈，你看舅舅，我100都卖，放个白菜他都不卖。老头子，卖。卖给他，舅舅啊，真没有的。